一脚踢出836公斤，这人是在腿上装了电锯吗？他是拥有人类最凶猛鞭腿的荷兰伐木工，每一场被他 KO 的对手都像是被斧头砍断大树一样当场昏迷休克。一晚踢飞三人只花6分钟，以 KO 为信条的他从来不把胜负交给裁判，不是我劈腿砍到你挺尸，就是你把我打废。甚至在50岁高龄还没砍过瘾，依然在擂台上 KO 对手。身高1.92米的彼得阿兹，生涯战绩108胜81次 KO。跆拳道出身的他，似乎就是为了拿世界冠军而生的。19岁拿下跆拳道世界冠军，4次泰拳世界冠军，2次踢拳世界冠军。而每一次他的对手并不是担心会输还是赢，而是担心自己今晚是要回家见老婆还是见上帝。更能证明彼得阿兹是真男人的，就是在他输掉的35场比赛中，有20场都是被 KO 输掉的，甚至最严重试过被踢断手。只要你不 KO 我，我就 KO 你。而彼得阿兹最巅峰的绝对是1998年 K1 八人战决赛。这场决赛前，彼得阿兹已经拿过2次 K1 世界冠军，并且在当晚前2场比赛用5分钟时间 KO 了2位对手。没有人怀疑过彼得阿兹的凶猛，但他从来没有赢过这场决赛的对手安迪，因此所有人都买了彼得阿兹会输掉这场比赛。但显然大家都猜错了，比赛开场后安迪就怂了一批，连拳都不敢出，一看到彼得阿兹就马上缩起脖子抱头反手，好像没吃饭一样。而状态全开的彼得阿兹怎么会放过这种机会，一贴身就疯狂顶膝。开场不到1分钟，彼得阿兹就一招圆月弯刀直接砍向安迪，直接 KO。安迪起身后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完全懵掉。彼得阿兹完成 K1 3连霸， KO 三人只花了2杯泡面的时间，而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11年才被打破。而最凶残的则是99年 K1 资格赛对战莫里斯，第一回合腿都还没出就靠直拳轻松击倒。而这一次击倒后，彼得阿兹就开始他的疯狂虐菜。第二回合2分多钟的时间，莫里斯就被击打头部上100次，几乎被打到变形。而彼得阿兹也为了对手安全起见，还剩20秒的时候，终于挥出电锯鞭腿送他离开。Parte dos golpes de mão do Peter Art. Nossa! Meu Deus! Eu vi daqui que aconteceu isso. 稍后的莫里斯表示，倒下那一刻，他似乎看到上帝在跟他挥手打招呼。而慢镜回放也能看到被扫砍踢中的瞬间，莫里斯已经失去意识了。而最解气的必须是2006年对战24岁日本新星崛起的比赛。此时彼得阿兹已经35岁，身材臃肿，而常常都被 KO 的崛起竟然表示这种老东西单手就能打赢呢。因此这场比赛彼得阿兹发誓就算踢断腿也要把对方 KO 掉。而火药味爆满的两人在开场就疯狂对攻，但大部分都是更年轻的崛起在进攻彼得阿兹的杜兰，只是姜还是老的辣。这种小身板的攻势对彼得阿兹来说老痒都不算。很快彼得阿兹就一招低扫把崛起踢倒下了，但裁判竟然说地太滑。就算裁判在努力偏帮日本选手，就算崛起继续老仰式进攻，但他嘴唇发白脸色发青的样子都能说明到底谁更强了吧。而在彼得阿兹打出一记脑震荡直拳正中崛起头部后，第一回合结束。但最精彩第二回合来了，比赛开场10几秒，彼得阿兹就又一招直拳打跪崛起，然后居然被裁判用内力拨开几米远。谁会想到原来擂台上最厉害的是裁判啊。而看到对手已经被打成空虚公子，彼得阿兹也不隐藏实力了，油门开到380，开始暴击时刻。アースの打撃なのか、タイデル堀に対するなのか、コーナーを背負った、危ない、ガードですか、ガードしてください。一时间我都分不清谁才是那个24岁的年轻人了，但这也不重要了。1分20秒，彼得阿兹挥出重达836公斤的扫踢，直接宣布比赛结束。又一个对手当场休克，直到台上担架时候依然没恢复清醒。而这场比赛也被认为是彼得阿兹生涯最精彩的一次 KO。而彼得阿兹的格斗生涯直到现在都还没结束，在2020年的一场比赛中，50岁他还能用扫砍 KO 对手。什么是传奇？也许这就是传奇吧。这里是巨鹿格斗，格斗可像电影一样优雅。拜拜。